我在新加坡过的第五个教师节，桌上呢满满的礼物，妈妈写卡片，老师您辛苦了，多注意身体，别为孩子们太累了，超感动的，谢谢你妈妈，我爱你。照顾，慢慢的还没有吃完哦。慢慢的卡片内容，希望你会喜欢。那字写很大，看起来内容会很繁琐。哎、欸，我写两面呢、欸，两、哦、面。感恩的心。可以，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不用了，拜。的职位，谢谢你隐藏的这什么东西啊？请什么？请听。好，请听。然后突然写繁体，突然写简体啊，看不懂。在你的新加坡第一个教师节，想认真和你。You can open it, but you cannot tell Vanessa. I let you open it because Vanessa said cannot. Yeah. Healing solution 都在里面，所以可以。谢谢，然后也有你们的个人的礼物在这里。哇 ，Thank you， 谢谢。谢谢谢谢Hello， 大家，我现在要带我的另外一半呢，跟他一起去剪头发，给大家看一下他想剪什么样子，帮他选了几个发型。我要剪这样。对对，哎，等一下，等一下，小红书找的发型，好，给大家看一下他现在的头发是怎么样，自己转一圈，自己转一圈。不给力。他跟我都有自然卷，然后。他说他要用他先天的那个优势，还要剪这样，这样子出门又不用去，睡醒了没有梳头发，没人知道。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会不会改造成功。你是被电到。
有很多粉啊，做一点点。但是它有点亮，我觉得那应该是麦肉的，麦肉的好吃吗？低头低头，哎呀！哈喽大家，天气非常的好，我们现在要去露店，要去帮打预防针，现在有点感冒，有点鼻，那我们要出门啦。Oh, yeah. No vomiting, diarrhea, anything like that. Before they got vomit, but I've already been her to see doctor. Okay. Hey. Mimi. 这边。来，你看。拜拜。Hello, 大家。我忘记是在前年还是去年呢，我有发一支影片说分享我在新加坡过的教师节的一天，那我就有看到有读者在下面留言说想要看一下家长准备了什么。这一次呢是我在新加坡过的第五个教师节，好，有两大袋。先说一下呢，录这一支影片呢不是想说要跟大家说家长准备了什么东西然后去比较。我在这边过的每次教师节呢，老师们都会互相送礼物，还有家长也会一直分享很多很多美味的东西跟食物，教师节的前夕就会被养得圆圆的，真的觉得蛮幸福的，蛮喜欢这种很温暖的氛围。那现在就来看一下咯。哇哦，上面写着亲爱的 Wendy 老师，教师节快乐。是购物袋吗？对了，在这边的影片跟大家说一下，新加坡之前超市都有提供很多塑胶袋，然后我们都会把那些塑胶袋呢当成垃圾袋用。就现在新加坡已经开始实施，如果要拿塑胶袋的话呢要收5毛的钱，现在就要准备自己的购物袋啦。很喜欢，我又多了一个购物袋了。噔噔噔噔，上面有写 Wendy 老师教师节快乐，好可爱哦，很可爱耶，还有小贴纸耶。咪咪可以放手机，放一些小东西。咪咪你来凑热闹是不是？嗯，咪咪下来，好啦，下去。还有一个香薰，超用心的家长，我把小朋友的脸遮起来，它上面有印了一张小朋友的图片。嘿，下去啦，咪咪，我在拍影片。上面还有一个小朋友的照片，然后上面写教师节快乐 Wendy 老师，很用心耶，很可爱耶。里面还有东西，香薰石膏，还有那个厚度可以装很重的东西哦，还有巧克力，肚子的时候可以吃哦。里面是蜜糖，是蜂蜜，还有一个小卡片，可爱的一个猫咪小卡片。来念一下文字分享给大家。老师您辛苦了，祝老师能以乐对人生，以笑对考验，
谢谢您对孩子们的照顾与爱戴，多注意身体，别为孩子们太累了，爸爸妈妈，超感动的，谢谢你妈妈，我爱你。上面有就是印了一个小卡片，温蒂老师教师节快乐，因为有了您我才能够一天一天的在各方面进步，谢谢爸爸妈妈。是一个小袋子，原来是一个很可爱的 Nemo 的小袋子，有写 Happy Teacher's Day 2023，妈妈很用心耶，还缝着温蒂老师，而且还是渐层的，感觉配色也是有 经过用心，真的很棒耶。是帽子，帽子还是袋子？哦，是帽子，很可爱耶，可爱吗？谢谢妈妈，喜欢喜欢。再来是软糖，上班很累的时候可以吃一颗，谢谢。妈妈写卡片，是小朋友自己用印章盖的。很用心耶，里面有满满的贴纸跟小朋友的名字。亲爱的 Wendy 老师，感谢你这么照顾和关爱，教导他很多东西，有你们这班的老师，我相信他会很好的成长耶。谢谢妈妈，谢谢妈妈的用心。 Wendy 老师教师节快乐，感觉是小朋友手做的杯垫耶，谢谢妈妈手做的杯垫，还有一个手链。送手链的是一位奶奶，然后她平常都会做很多很好吃的甜点给我们，然后她在教师节前夕呢还特地带她的收集的一盒做首饰的盒子，然后请我们老师就是挑选喜欢的首饰，然后她帮我们做。奶奶真的人很好，奶奶给人家的感觉就很像真的是在台湾的奶奶，就有一种满满的温暖的爱的感觉。谢谢奶奶，你的爱我收到了。 Wendy 老师教师节快乐，小旋风五叶风扇，哦，是一个小风扇，粉红色的花束，很可爱耶，是布织布的花束，如果拉掉的话就可以灯亮。咪咪还有一袋花，也是一样是布织布的花束，粉红色的，感谢。是学校送的电风扇，我们学校都每位老师都有一起办活动，然后这次负责教师节的老师也是很用心，就有送给老师个人的小礼物，还有班级的小礼物，然后还策划了教师节的活动跟影片，很幸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的付出。泡澡的那个海盐，像精油，精油，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泡的。桌上呢，满满的礼物。然后在这边要跟每位家长跟小朋友说声谢谢你们的心意，还有老师们也谢谢你们的心意。在这边祝每位的老师教师节快乐。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陪我度过第五次2023年的教师节。这个频道呢是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有时候我会从新加坡回台湾，还会带到一些幼教，新加坡幼教。如果你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呢，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